这你另外不明白。娘，你这是不了。老师对他，你老师平时打不打你？他打小朋友，把他一面的。我老师没打过我。这个，我说这个，这个是。有一天打过你，只有一天吗？那有没有教过你？有没有让你留在学校等作业做完或者是背完什么你再回去？有没有这样子过？没有，有可能吧。怪不得。因为他，这个对不对呀？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困了不困不傻跳？是不是困不傻跳？你去上班了？没去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不行。真的挂了，我去死吧！直接去了。谁的孩子？你们猜一下。子子。喂，子子。子子，你咋做啊？你咋做就去了嘛？你说，父亲。我会包。是你哭了，哭别谈那么大，是不应当问你。你怎么不穿着衣服呢？你这个小孩子，有一个小孩子不穿衣服就走过来了，他不认得你。只是你去别谈了手。那俺那个他老五，你家可不算你是的啊？三年。哎呀，我这个他们下次得咋？儿子嘛。你古城去接他了？那俺他了，那等俺去得了。嗯。要吃饭了，家人们。好像要吃饭了，小老五他就是不是？干什么的？小老鼠就在公司的这一家店一家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现在一个都还没包住吧？姑娘，姑娘，我也是。来，我也是不吃红的，你吃。吃什么红的？啊，我也是，也是你吃的吗？你在啃那个啊，不动啊，那喝的。爸，有一次喷出去不动过。爸。你怎么吃不了吃的？我怕吃的。知道吗？啊。你吃不了吃的。大白片。我不是日吃的。你这个玩意儿。哼。吓人吓人，不用了，家人们，咱们聊一下天。其实我就是害怕你们一直问阿美在干嘛，怎么了的，所以我就给你们开直播，怕你们担心阿美。阿姨干嘛呢？呀，这么大的肚。嘿，俺妈的这个不也是那咋子哈？不了不了，俺们都嘛，去不去？成绩只考17分，还有意思？结果人家至少跟你不一样，人家跟你不一样。考试考17分，每天还接送，那么，然后那个读书都要走路，走一个多小时的路，每天来回都走那么久，结果只考这么一点，真的是气死人了。气死人了！气死人了！气什么气？你也不够了。后头后边还憋死他，憋死他。你后边是从孩子出来去家里的？我不去了。你骨头骨头的。俺们那吃的吃的啦，不是那水母啊，不是那哦。你不意思啦，你没事了，老可是要吃海吧，没事了嘛，这个因为阿嬷你好真实呀，只是回去有个答应，可以直接回答，你说你们算了没？咋
我是怎么说啊？怎么说啊？嗯，看怎么个方式的，是吧？这么晚才吃饭呢？本来就吃饭的话吃得晚呀。你的人啊？白天有事的嘛，回来的晚，做饭也晚。差不多好了。对呀，我俩也不会的呀，我俩在学。你两个在学啊？嗯。你还可以，他妈学不出。嗯。你今天阿母，我想的是你头哥，你头哥的。阿妹啊。嗯。阿妹。你阿母不是也也他不用这个时间。阿妹。阿妹。哎。你不怎么啊？你吃吃不得的，是吧？吃吃，啊，你不了。看好了没有啊？这个跟你一模一样包的。我看着你，啊，吃吃不了的。有。啊，你们呢？他刚刚说。我不是啊。什么连王妃啊？我都说了，王妃不在。你就不在，我嘛一不。别说了，我可是没他们不是去过，连不过年，那么年就上这个。他都，还干嘛啥？小心去了。啊，我还耍嘛？小心嘛，这个不会是嘛？我天。你咋了？你说你，他们不到那个。我不来，什么都许多，我不来的。你的这个咋？你的我，啊我你说你就不可能的，就是我，就不可能的。啊我，你要的什么的，转了马上还不够的啊？哎呦，可你们几个人脸嘛大着你的？啊，你个开心的。你别说，你们俩都睡什么嘛？可你们脸嘛大个毛病的？什么在床上养的？自己的过去，孙子的过去，俺们的孙子的。啊，我还是去死！我屋里多么个自己去了。啊，那你就去死。我还只是出去上什么玩意个？刚刚吃土瓜吃腻了，回土瓜挖下嘛，我吃土瓜个就是。你觉得好了没有啊？要那小伙子要，小伙子。那个官子都拿到手。对呀。我就是面试官，知不知道？我说不行就是不行，没有不好的理由。反正我就是觉得你这个不行。我昨天他就是你爹爹，我给你做了送给他们，你做的好。啊，就是。我做不开心嘛，我成开心嘛。啊，那你来试一下嘛。王妃来了，哪个位你们怎么都说王妃来了？我说了，王妃没有来。哪个位也是妹嘛？我那说一门的，哪个位也是妹呢？那所谓的我注意嘛。嗯。你那所谓哪里来了嘛？在哪里嘛？我没看到。那所谓没有王妃，王妃没有时间。有。我们都是那所谓的。你要把俺编的这什么呢？也不是吧，也不是啊。现在弄老他家，啊，那不弄个啥？米飞，那你是跟母亲来似的啊？没去吃啊，俺也去吃。是你母亲都没给你吗？怎么你俺说的就是不能的了？你意思啥不要么？你又在？意思都是两分，两分的，一个是九十秒。哦，你还一直给你修不了没修的。哎，你他怎么找个是那样的卡？讲普通话是吧？怎么样？我过去修了，正常不满意，上了不要。讲普通话呀！我这个你语不你妈的上课呢，这么跟你阿强吗？怎么的呢？是吧？我们什么去？我们去。咦，你们说的那什么年年做梦呀？真的？什么意思啊？年做梦呀？
我不急了，你去。那你都忙的啥嘛的？我包的。呀，伢人，伢人，伢人。妈子，你是怎么包出来的呀？你出的，他吃的应该大概你。我是怎么包出来的？对呀。我学呀。 我小时候就学了呀。你小时候就会了吗？对对对，小时候就会了呀。天色，哎。要吃饭了，家人们。要转过来吗？这些粽子的话。不要收。 那你他们大家吃么训练嘛？俺吃么训练嘛？那你俺妈是没事。去。其实我是只是感觉我是，我这不就是不就运动的？你要的你去点点不上嘛你？真的这，我们这是。我先跟你走，我就没什么的这。 你是光不啦？送去。妈祖那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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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祖那
怎么又找到他们了？今晚直播间人怎么这么少？对啊，我都没时间跟你们聊天。月月，哎，我阿姨去打个电，你去打个哪个电？我们去呢。你可怎么说嘞？我俺们都吃出去了。阿凡，你吃嘛吃时间呢？吃了吃的，你们是恶心你是？你运气太好了，知不知道？我把直播挂了吧，家人们。家人们，明天见啊！我身后这些走来走去的，我怕不好。